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附近哪有卖手机充电器的呀？这么晚了，应该都打烊了吧？哦，谢谢。关羽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一言难尽。 这么晚了，你坐在这儿，不会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吧？嗯，很不幸，你猜对了。嗯，那要不你跟我回家吧。啊，蓝轩儿，关羽呢？不在啊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哦，不久前他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的事儿。 他怕他爸爸回头来找他，所以不敢来我这儿。也许在哪个宾馆吧。他挣的钱凑忙中都放我这儿了。这么晚了，身上也没有带钱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啊！你就这样子没有考虑后果，就把15万打到他账户上去了？你知道那些钱可以吃多少碗你最爱吃的面了吗？所以，我爸特别生气，要带我回长沙。 但我不想回去，我不相信，就凭我关羽，在上海就会这么没出息。哥，好小子，你敢偷泡我妹妹？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哼，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好，哈大哥，没规矩。 叫哈总，哈总，怎么，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，想通了，想来我这儿工作？啊？别挣扎了，先有个安顿的地方再说呗。奇怪了，哈尼，你什么时候成为他的发言人了？如果哈总觉得我还可以，我愿意留下来试一试。哟哟哟！ 你现在的口气，可比之前口口声声说要进世界500强企业有了很大不同，成熟多了吧？人总要经一事，才会长一智。好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来我企业的员工包吃住。<笑>住哪儿啊？这个，一般新进员工晚上都住面馆，不过看在你是大学毕业生的份上。 我特别准许你享有特权，就是在你现在坐的沙发上。沙发？喂，你总不能让我哈总把房间让给你吧？我睡沙发。嗯，没问题，我习惯睡沙发。嗯，那好，本旗舰店早上6点半开始工作，8点开始营业，晚上10点打烊。周末节假日外出或请假，必须向你的直接上司报告。 那谁是我的直接上司啊？哈咪，哈咪是大堂经理，你受他的直接领导，而我是哈氏集团的 CEO， 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哈老板。又忘了。
叫哈总。哦，是，哈总，那个我的薪水问题你还没跟我谈呢。这个不着急，咱们先吃夜宵，来，过来陪我喝酒。我哥要是乐了，喝高了，说不定答应给你加薪呢。我去拿碗筷和杯子啊。先说好，我喝醉答应的事儿都不算数。来，陪我喝酒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就算你是个骗子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总不能看到一个女孩流落街头吧？就去这家银行帮你还钱啊。这笔钱啊，我暂时没用。昨天晚上看你差点受骗失身，我很担心，也很内疚，所以我决定先帮你渡过难关。你知道吗？我来上海最开心的事就是认识了你，让我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不再孤单。谢谢你。我答应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上进，闯事业。不管发生什么困难，都不离不弃，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关于他究竟在什么地方？导演为什么突然把我换掉？都已经拍了很多场了。好，我知道。那好吧，我们见面再聊。你别难过了，我已经叫经纪人去问原因了。谁啊？是我，玉环。我一会儿打给你。看，我带了你最爱喝的红酒。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？当我想你的时候自然就会有空了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不知道为什么导演把女主角换了，拍好的戏又要重拍。那你岂不是更开心了？什么意思？你又可以亲吻新的女主角了呀。来喝酒，别不开心了。告诉我，跟女主角接吻是什么感觉？问这个干嘛？在现场看到你很投入啊。那是演戏啊，你吃醋了是吗？
你要补偿我。阿总，太棒了，你真是太棒了。看起来容易，这其中的学问可多着呢。来，管约，你来试试。不，我可不行。我告诉你，别不识抬举，在我们老家，一般人是不许进厨房的，更不许碰拉面。我让你试试，是给你面子，是看好你。我跟你拼了！哎，大总，大总，不要！一棍下去，他就明白了，全都记住了。我是和你，哎呀！和你，你太狠了吧！我平生最恨的就是糟蹋粮食，更痛恨糟蹋拉面。我是大学生，我以前没干过这个，你总得给我一段时间适应吧。大学生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社会最不缺的就是大学生。现在满大街上都是你这种除了泡妞什么都不会的大学生。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人，我偏要把你给打醒，懂吗？啊！哎，严老二，严老二，我叫你一声严董。你不搭理，好些日子没见了啊！哎，你别说，我可真想你了。哎，严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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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放开我！我警告你，别老出现在董事长面前闹事儿。你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管老子的事情？你也不打听一下，你们严董跟我什么关系？那是生死之交啊！如果当年没有我严刚，就没有今天的严董，你知道吗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把我放下来！哎，你再不放手，我报警了啊！好好当你的清洁工，不然对你不客气。怎么样？严刚是你爹呀、啊，那我就是你爷爷。文孙子，放下我！少废话！哎呦！喂，你们住手！欺负一个老人算什么本事？你少废话！你每次来找董事长，不都是为了钱吗？拿去，哎，走。嗯，把钱还给人家吧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应该的。这，你看，真没出息。小姐，小姐，谢谢你啊。为什么要帮我啊？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干嘛那么凶啊？您长得这么漂亮，别那么凶嘛。哎，小姐，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？不是，我们去唱歌，我请客。严刚，你这个老不要脸的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？小姐，我听你口音不像是上海人，你哪儿来的？你怎么不死呀？你怎么还活着？你是不是认识我？我不仅认识你，我还是你女儿啊！我会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
来。你刚说你是我女儿，怎么没想到吧？你还有一个女儿？没想到，没想到。哎，你真是我的女儿啊！23年前，你是不是在重庆？我是在重庆啊，我在重庆包工程，当包工头。哎，你真是我女儿。哎，我找你找的好。你走开！我不要你当我爸爸。我讨厌你，我恨你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爸爸。没想到你是这副德行，我太失望了。我妈都是被你害死的。啊？你妈死了？别碰我！从今以后，咱们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再也不会来找你。拿去吧。算了，我现在的处境有什么脸见轩儿？哎，你吓死我了！你乐什么呢？妹妹，我刚才在外面转了转，知道我发现什么了？发现什么了？咱们这条街所有的餐馆都没客人，不光是咱们面馆。哼，人家饭店没生意，你就乐成这样？大事不妙。形势不好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们想啊，如果仅仅是咱们一家店的生意不好，那是小事，可现在是整条街的经济都萧条，这就说明次贷危机的深远影响已经波及到全球，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有所松动，我们一再提高准备金率，缩紧银根，这说明什么啊？这说明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，我们必须正视后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性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馆的生存之道。哥，你听懂他说什么吗？不懂，可我觉得关于说得很好。没听懂好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不懂，所以才迷茫。行啊，关羽，你可真是个人才啊！谢谢哈总夸奖。这样，从明天开始，勇挑重担，买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啊？买菜啊？哎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你再跟我说说美联储的事儿。轩儿，一切顺利吗？我很想你。我也很想你。我想告诉你，我跟我爸相认的事。我今天终于和他相认了，但是我好失望。告诉我，你在哪？喂，轩儿，你终于和你爸爸相认了。相见还不如不见，看他那个样子真的很难过。别这么想，
毕竟他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工作怎么样了？嗯，最近公司在忙着找刘大明拍广告的事，你有空跟我见面吗？我在忙，过两天吧。嗯，你找到工作了？是啊，我找到工作了，公司会安排我住的地方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那还不错。是什么样的工作？这个工作技术含量比较高。我还在学习。对了，你在自然堂那份公关助理的工作怎么样了？怎么没听你提起啊？啊，下周就开始培训了，不知道忙不忙得过来。不过还好，看起来啤酒公司的副总还是挺好说话的。那就好，别太难为自己了。那个钱我真的不着急。我知道，那你去忙工作吧，我知道你也很忙。那我们到时候再联系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大明，大明，大明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们分手吧。告诉我理由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理由，分手难道需要理由吗？刘达明，你知道上一个跟我提出分手的人在哪儿吗？得罪我，看看谁敢。真无聊。放开我。应该是你放了我吧。第一首歌献给你吧。让激情开始搜索，从此的每个角落，适应是另外一种灿烂生活，让节奏开动是我来演播。我从我用天使概括，现实如魔，你别退缩，潮水般汹涌，忘记的互动，决定全力一步缔造音乐王国。我一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让刘达明签过来？哎，二位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一直都在努力。钱已经付给你了，你应该也花完了吧？三天内不签约，法庭见。两位息怒，今天刘达明有真维斯的演唱会，您就别等了，我把合约带过去，想法让他签下这合约，好吗？我先走了，再见，再见。
的状态真是太棒了，歌迷都疯了。芍药姐妹的合约我都搞定了，现在就差你签字了。怎么每次都是就差我签字？我这不是正和你商量呢吗？哦，好啊，给我。好，大明，不是商量吗？商量完了。大明，你怎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背着我接的合同，一律不去 ，OK？ 啊，刘大明，好，好，王子殿下，董导演打电话来说，明天您的通告是6:30。女主角都换了，还拍什么呢？他说了，明天您到了现场，他会亲自给您解释的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临时换女一号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，有把我刘达明放在眼里吗？嗯？大明，我问过导演为什么换女主演。哼，他怎么说？严小姐花大钱逼导演换女主角，为什么？因为女一号纠缠不清的缠住你。大明，早点休息啊，明天电影早班通告啊。千万别抽脂啊，跟那些菜贩别客气，猛力砍价。放心吧，我是学国民经济的。哎，来，哎，等等，我给你拍张照啊。拍照干嘛呀？今天可算是我和你这位国民经济专家第一天合作。留作纪念，坐坐。好嘞，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慢点啊。呜呼，拜拜，拜拜。撞人了！你别慌啊，听我说，人死了吗？啊，死了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人死了那就好办，赔点钱就了事。最重要的是人没死，我马上去接你。你在什么位置啊？我现在在这里好像是浦东的哈雷路。
对不起，我没看到你的脸，我也没记住你的车牌号。我懂规矩，我懂规矩，我懂。先生，没事吧？我衣服破了，白菜萝卜也都烂了，车也毁了，肯定有人会杀了我。这些一共要多少钱？我赔。还有，这西装是阿玛尼的，3万多。啊？跟你换。3万多？嗯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面熟啊？刘大明，你是刘大明？哎哎，我可喜欢你那歌了，那这开始是说。好了好了，你真跟我换呀？哎哎，不用了。哎，来穿上穿上。哎。哇，高跟鞋啊！哇，哎哎，哎呀，原来网上说1米8都是真的呀！哎，其实1米8，你要是把高跟鞋脱了，跟我也差不多高。停，行了，别乱叫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再说了，你把我三轮车撞坏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这张卡里的钱大概有200万，压在你这儿，你先让我走，我再让助理拿10000块钱给你，你再把卡还给我，可以吗？200万，至少。哎呦，你当我傻呀？别逗了，你给我一张空卡，你转身就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干嘛？杀人灭口啊！我喊了，救命啊！闭嘴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站住！你居然懂英文？我大学刚毕业。那为什么蹬三轮车？那说来话长了，要从几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说起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把你身份证给我。嗯？哇，85年的！哎，你不是说你是88年的吗？哦，虚报年龄。嗯，这样吧，我把我身份证给你，咱们俩换一下。我明天叫助理带着钱再把它换回来，行吗？到底行不行啊？好，松手！你先松手！我是谁啊？你怎么还怕我没诚信？哇！那我数1、2、3，咱们一块松。好，我来数了啊。一。伤者关于23岁，湖南长沙人。
朱哥，在这儿。伤者身份。刘达明。刘达明，这位先生，您没说错吧？请问您是？我是杨国忠，他经纪人。这是我名片，麻烦你照顾他，照顾他。没错，身份证上写的是刘达明。刘达明，真的是刘达明。原来他用的是真名字啊，可惜脸已经毁容了。少废话，赶紧去急救室准备手术。是是。阿娘，你全程陪护。哎，好。我的摇钱树全毁了。喂，是关于吗？对不起，您要找的人现在重伤昏迷。在哪家医院？上海华美医院。对不起，我们要进去手术了，必须关机，抱歉。注意观察伤者的血压和心跳，氧气不要断。医生马上就来。刘大明，坚持一下，一定要挺住。全身灼伤20%。准备手术。BP。80/50。Heart rate。Heart rate 的啊。八倍自吸闭进去，准备输血。护士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今天早上车祸受伤的人在哪？都在手术室抢救呢，一个在5楼，一个在3楼。您问的是哪一个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关于。哦，他在5楼急救室抢救呢。谢谢。护士，关于的伤势如何？您是他的家属？我是他老板。哦，我们正在准备手术抢救。麻烦您先到1楼办理一下手续缴费。啊？刚才就是因为关于还没有缴费，所以上级打电话要我们先抢救另外一名伤者刘达明。刘达明？好家伙，原来他是肇事者。哥，快下楼办手续吧。哦。您是？我是刘达明经纪人，这是我名片。刘达明的身份您也知道。出了这样的意外，我很心痛，请副院长一定要全力抢救啊！我不仅要活人，还要动整容手术，整得跟以前一模一样。钱不是问题，但请您务必答应我，千万不能走漏消息，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将来。我明白。对不起，你们是？我们是关于的家属。不，我是他老板。这手术保证金50000太贵了，能否打个商量？抱歉，我们有医院的规定，如果病人再不动手术，就有生命危险了。那就赶紧动手术啊！我说你们也太势利了吧！啊，我们没钱交费就拖着，就先帮那个刘达明动手术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刘达明关系也不一般。那，你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是关于的朋友。我是他老板。你是？刘大明的经纪人。副院长，这事情就交给你办了。副院长，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们一时到哪儿凑这么大一笔钱呢？实在抱歉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主啊。行了，别跟他谈了。喂，哥，你拽我干什么你？哎呀，哥，干嘛一直拉着我呀？关于那傻小子，一定是被刘大明撞了。我找他经纪人去。找他干什么呀？要钱啊！哎，好了，我知道啊。我看啊，这几天的，哎呀，你不要急嘛。哎，好，先生。我叫哈军，咱们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啊，刘达明撞了我的员工，您知道
发生这种车祸，对刘达明这个大明星来说，可不是一件小事，对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乱说话，对谁都没有好处的。你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电视台、网络编辑、娱乐记者，我有一大帮这种朋友，多得数不清。哎，不信啊？啊，这是他们过年给我发的短信，我到现在还没回呢。你到底要什么？哎呀，人被撞成重伤，应该赔偿点吧？笑话，交警的车祸报告还没有出来，你凭什么说是刘达明撞了人呢？神经病啊！哎，你别跑啊！别跑！别动！别动啊！我告诉你，哎，好，哎，咱们事儿还没完呢！哎，哥，别动！别动啊你！呸！有钱了不起啊？非告他不可。哥，没用的，怎么办？再不动手术，关羽就危险了。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赶快回家拿钱去。我哪有钱啊？存折上不是还有两三万块钱吗？哎，你偷看我存折？你去不去？妹，咱们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呀？不能为了救人一时冲动，把自己掉进漩涡出不来啊！我第一桶金还没到手。闭嘴！鄙视你！你不去，我立刻跟你断绝兄妹关系。哎，妹，不至于吧？妹你个头啊！我不是你妹。请问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车祸送来抢救的人？伤者叫什么名字？叫关鱼，关公的关，渔夫的鱼。他在五楼急救室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你找关鱼？你是？哦，我是关鱼的同事。你呢？啊，我是他朋友。关鱼现在伤势怎么样了？他还在手术室里，但我们没有能力凑出5万块钱保证金，还不能动手术。我们暂时只能凑到2-3万块钱。还差一半，不然关羽就危险了。哪有这样的？不管怎么样，应该先救人啊！我去找他们。院长不在，只有找副院长。想抱着你，用尽力气，你的香水味让我如此的着迷。怕来不及，你已离去，留我一人在初见的目的地。曾看过的书，都会将它妥善安放，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。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，我都为你在心底默声哼着。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和重温。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，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，都会将它妥善安放，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。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，我都为你在心底默声哼着。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和重温。你的眼睛还在我心里，伴随着我